说话的艺术还得看博哥。如果已经拿到冠军，高台对谁？江战不行，江战不行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浪后浪。希望你能享受这个舞台，你开心就好。我想快点开心，我想快点开心。打游戏的时候遇到顶着你名字的粉丝，你会手下留情吗？搜一下，你在看啥？安静。1600万的粉丝福利有想好吗？没有。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粉丝说？没有。为什么很少发自拍？为什么不爱发自拍？如果粉丝威胁你，让你经常营业，你怎么办？他们怎么威胁我？他们威胁不到我，就早晚都威胁不到。有什么话想对粉丝说的吗？谢谢你们。